接下来要讲到第八个问题，阿赖耶识的伦理属性。这个伦理属性呢，就是关注的是阿赖耶识在三性中，它是属于什么性质的？佛法把这个人的行为啊，就是分为善、恶和无忌三种性质，就是善的行为、恶的行为和无忌的行为。什么叫善？什么叫恶？这个在唯识里边啊，它也是有非常明确的定义。善，所谓善啊，就是这个行为的本身，它是要远离过失，同时呢，它能够给我们的这一世和来生啊带来快乐，就是能够使此世和他世，使这一生和来生得到利益，或者得到快乐，得到利益，这样的一种行为，就是属于善的行为。反过来说，你的这个行为会给你这一生，或者给来生带来衰损，制造痛苦，那就是不善。所以佛教讲善，善能够招感乐的结果，恶呢会招感痛苦的结果，善招乐果，恶招苦果。那么这种快乐，它不只是一种外在的，更主要我们也要学会从这种善恶的行为的当下的心理上去理解。因为善恶不只是一种道德的行为，首先它是一种心理，善的心理、恶的心理。善的心理产生的时候，它在我们内心里边所产生的感觉就是快乐的感觉。恶的心理，当它升起的时候，在我们的内心里边当下产生的感觉就是痛苦，就是痛苦。所以理解善恶呢，要从它的结果，这个结果上，苦和乐，利益和衰损，要从这样的不同的结果去理解。那除了善恶以外，我们人的行为还有无忌，无忌的行为，无忌就是非善非恶，既不是善的，也不是恶的。那阿赖耶识在三性里边啊，它是属于无忌，所以三十颂里边就是用一句话来说明阿赖耶的性质，就是无复无忌，无复无忌。那就是说这个无忌呀，它又分为两种，一种叫做有福无忌，一种叫做无福无忌。在八个识里边，第七莫那识是有福无忌。什么叫有福呢？就是莫那识，它本身它是跟很多烦恼相应，所以它是被烦恼给覆盖住，被无明给覆盖住了，所以它是属于有福的。但是莫那识呢，虽然跟烦恼相应，但是它不会直接表现出这种善和恶的行为，因为直接表现出善和恶的行为啊，那一定就是意识的行为，而莫那是属于潜意识的范畴，它不可能直接做好事或者直接做坏事，它只能影响着第六意识
做好事做坏事，但他自己不会直接做的，所以他本身是属于一种无忌。但是呢，因为他有烦恼相应，所以他是属于有福无忌。那我们现在讲阿赖耶识呢，他是不跟烦恼相应，也不跟善心所相应，所以他是无福。因为他不会直接的行善或者行恶，所以他是属于无忌心。所以阿赖耶的无忌啊，事实上也就是这个代表着我们的人性就是无忌的。这个民国年间有一个居士，他写过一个唯识的三字经，叫做人之初性无忌。那个什么儒家的那个三字经是什么？人之初性本善。但如果根据唯识中的思想来说，就是人之初性无忌，就是我们现有的这个生命的本质啊，它是无忌的，不是善也不是恶。那为什么是无忌呢？它有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阿赖耶识它作为生命的果报体啊，它不可以有善和恶的倾向，不可以有善和恶的倾向。如果他是善的话，那么他就不能够接受这种恶的心起啊，他就不能接受恶的心起。如果他是恶的话，他就不能够接受善法的心起，因为他本身就是他的本性就是恶的。如果说我们的本性就是恶的，那就不可能接受善的心起。他会对善啊产生强烈的排斥。如果我们本身就是善的，强烈的善，那他就不可能接受恶的心情。那么这样呢，在我们生命中啊，善的念头、善的种子就没有办法形成。如果是恶的，那这种善的力量在我们的生命中就没有办法形成。所以它必须是无忌的，就它不可以有善恶的倾向。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它是善法和不善法升起的依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的内心都是具有善的心理，也有不善的心理。在这个生命延续的过程中，我们既有善的种子，也有不善的种子，有善的心所啊，也有烦恼的心所。那有的人他可能善的心所会得到特别的发展，所以他的善的力量就会特别强大。那也有的人呢，他的这种不善的心所会得到特别的发展，所以这个人就会成为一个恶人。但是普通的人他可能是能上能下，能上能下，比如说他跟好的人在一起，他会做很多好事，他要是跟不好的人在一起，他也会做一些小坏事或者大坏事。那么这种善和恶啊，事实上它不是一个天性的东西，它是属于一种在这个生命延续的过程中啊，每一个人的这种内心的这种善的力量或者不善的力量啊，它是逐步的培养起来的，逐步的发展起来的。但是作为我们生命的本性来说，其实它是非善非恶。正是因为他非善非恶，所以呢，他能善能恶，能够往善的方面发展，也能够往不善的方面发展。所以，
作为人性来说，尽管是无忌的，但是作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性格来说啊，它是有善恶的倾向。有的人倾向于善，有的人倾向于恶。当然，这种善的力量一旦特别强大了之后，那么它就会成为我们的性格，它就会成为我们的人格。最后啊，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善人，要让活菩萨，让活菩萨就是这种人的善性得到一种善的这种潜在的潜质得到特别的发展。但是如果恶人，他就是因为不断的去发展这些恶的力量，不断的去发展这些烦恼，最后就会成为恶人，就会成为恶人。所以佛教认为，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这个人，人性就是善的，或者说人性就是恶的，这就不能成立。因为如果人性就是善的话，那恶的产生，它就失去依据。那我们恶的念头从哪里来的？恶的心理怎么形成的？没有办法形成，没有基础嘛。如果我们认为人一定就是恶的，人性天性的就是恶的，那这个善的产生，这种善的心理，善的行为的产生，它的基础是什么？这个善的心理啊，就没有心理依据，所以这也是不能成立的。所以从唯识认为，人性是无忌的，但是这种无忌的人性中，它潜在着善的力量和恶的力量，善的种子和恶的种子。然后每一个人，因为你发展了不同的种子，或者因为有的人发展了善的种子，或者有的人发展了这种恶的种子，最后啊，就会形成善性人，或者形成恶性人。但事实上，这种善性人还是恶性人呢，都是我们生命啊，就是发展的结果。所以这是阿赖耶，他是善染的所依，所以他必须是无忌的，不可以是善或者是恶。第三就是可心性，就是可心，就是阿赖耶是作为所心的对象，就是他要介绍这个善恶的欣喜啊。那他必须是无忌的，如果他是善的或者是恶的，他就没有办法介绍这种善的和恶的这种外在的影响。就是我们一个人能够形成善的行为或者能够形成恶的行为，就是这个跟我们阿赖耶识啊，他的本性是无忌，这是有关系的。就是如果我们的阿赖耶识就是强烈的善，或者就是强烈的恶，强烈的善就不可能接受恶的行为，强烈的恶就不可能接受善的行为。这就是第八个问题，赖耶的伦理属性。接下来呢，就是讲第九个问题。第九个问题叫做相应心所与阿赖耶识的差别，就是阿赖耶识有相应心所，有五种相应心所。那我们讲到阿赖耶识，它一共有十门，就是阿赖耶识的因相、阿赖耶识的果相、阿赖耶识的智相等等，一共有十门。那么有人就说了，那么跟阿赖耶识相应的这些心所，他是否也具备这个十门呢？就是心王跟心所到底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相同？那么在这个三十论里边啊，他就用一句话来回答：处等亦如是，处等亦如是，就是处等，
就是触等五种心所，触、着、意、少、想、思，这个五种心所啊，亦如是，就是它跟心王啊也是差不多的，这个如是，如是也不完全等同，不是完全等同的，就是到底等同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心王和心所到底等同到什么程度啊，所以十大论师在解释三十论的时候他也有不同的说法。那么其中呢，护法论师啊，他认为在这个心所跟心王呢这个关系方面，就是心所某些方面跟心王是完全相同的，某些方面啊是不同的。那哪些方面是相同的，哪些方面是不同的，我们看看啊。比如说心所和心王都是属于无记，就是心王是无记，那心所也是无记。那么其次呢，这些五个心所的所言和形象啊，它也是和第八识一样，都是维系难知。我们讲第八识的所言形象是不可知，所谓不可知就是维系难知啊。那么同样呢，我跟第八识相应的五片形心所的所言和形象啊，它也是不可知，这一点是相同的。那么其次呢，就是心王的相应有五种心所，我们讲八识啊，相应有五种心所。那心所呢，每一种心所啊，它所相应的也有五种，也有五种，就是每一种心所的其他四种，除去这种心所的其他四种心所，再加上心王，那合起来正好也是五种。那另外就是心王在三性里边属于无复无记，无复无记。那心所啊，在三性里边也是属于无复无记。还有就是断舍之位，所谓断舍之位就是不断位置啦，就是这个阿罗汉位舍，就是到阿罗汉这个位置啊，就是舍弃我执。就是莫拿对阿赖耶识的执着，舍弃我执。那么心所呢，它的断舍之位啊，跟心王也是相同的。那么另外心王和心所的差别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志向，就是志向的差别。这个志向的差别呢，就是比如说阿赖耶识被莫拿识执以为我啊，那么这种执着呢，莫拿识只要爱的就是第八识的见分，并没有执着心所，这个是不同的。那第二呢，就是第八识具有此种的功能，作为万法升起的因相啊，但是心所啊就不具备这个此种的功能，它不能作为万法升起的因相。那么第三，从形象上来说，心所具有了别的特点，就是对这个境界啊具有总的这个了别的觉知的作用。但是心所啊，心所的作用不是了别，心所是每一个心所啊都有自己的另外的一些作用特征，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心王跟心所在这个十门里边有一些是相同的，那也有一些是不同的。那接下来就是要讲第十个问题，就是阿赖耶的特征，就是阿赖耶识的特征啊。阿赖耶识的特征在三十论里边用的就是一句话，叫做恒转如暴流，恒转如暴流。这个表达也是很简单的，恒转恒，当然这个恒不是永恒，如果是永恒的话那就变成神我，变成灵魂了。佛教它是缘起法，所以它要否定主宰，
否定、永恒、独存。因为从缘起法的角度来看，这个有为的世俗的有为的一些现象啊，它根本就没有这种永恒的、不变的、独存的这样的事物存在。所以佛教不认为就是有永恒不变独存的神我或者灵魂。但唯识宗呢提出了阿赖耶识的思想，就是说虽然没有我，但是呢有阿赖耶识在承担着生命延续的角色，轮回之中之间过渡的角色。那这个阿赖耶识啊，它的特点就是两个字，就是恒转如暴流。恒就是一种这个持续、相续、稳定，就是阿赖耶识的延续啊，它是属于相续不断的。它为什么能够阿赖耶识为什么可以作为就是生命的载体，它为什么能够承担这种轮回的这个主角呢？原因就是因为它具有相续不断的，它具有相续不断的特点。比如说像前六识，那它就是有间断的。我们将要讲到第六识的时候，我们也讲到第六识有在五种情况下它会间断，比如说无想定、灭尽定，像一个人非常重睡得很沉的时候，还有晕过去的时候，有几种情况下这个第六意识都不起活动。可是第六意识不起活动呢，你还是一个生命体，你不是个死人。为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有阿赖耶识在支持着你的身体。如果没有阿赖耶识在支持着你的身体啊，那你就不是有情啊，那你就是一大堆，你就是一个尸体的存在的。你为什么不是一个尸体的存在呢？就是因为有这个阿赖耶识在支持着。还有呢，比如说我们造了业啊，我们的所有的生命的经验啊，都保存在阿赖耶识里边。就像我们现在使用电脑的硬盘，这个硬盘啊也不能坏掉，要一坏掉啊，所有的信息都丢光了。那我们这个阿赖耶识也是一样啊，它不能间断啊，它要间断的话，那我们所有的生命经验都会没掉了。所以就是说这个第六识啊，它不可以承担，因为它有间断。还有呢，我们现在的生命跟未来的生命的过渡，从这一生到那一，从这一生到下一生，从我们从小到现在，其实我们的生命一直都在变化，整个生命的经验都在变化。可是这里面它有没有一贯性的东西？它的这种变化的这种关系，这种变化是带有一定的一贯性的，不是没有一贯性的。如果没有一贯性的话，这种变化那就是变成一个突变。我们说我们前生造业，这一生受报。有的人说前生那个人跟我现在有什么关系啊？那我现在造了业，那管他，我死了之后管他这个洪水滔天，管他这个世界会什么样子。有的人他不再去考虑来生，不再去考虑未来，那就是因为他没有认识到这种生命的一贯，这种因果所造成的这种一贯性，内在的这种一贯性。那么这个一贯性呢，就是跟阿赖耶识是有关系的。如果没有阿赖耶识的话，
这个生命就会失去这种一贯性。所以奥莱耶识的特点就是不缠不断，相似相续。不缠就是不是永恒不变的，但是呢也不断灭，虽然刹那生灭，但是这种生灭是属于变灭，不是属于断灭。就像流水一样，如暴流，横转如暴流，就像流水一样。这个流水啊，我们看那个水里江里面的那个流水，那个水不断的在流，不断的在流。你看你好像那个水都是那个水，其实前面的水跟后面的水啊，它是有差别的。所以这就是一种相似相续，所以我们生命现象的变化，它总是在不断的，就是不断的这种生命变化之中。但是这种生命变化它有它的持续性，那么这就是就阿赖耶的特征。那么阿赖耶的特征啊，就是一种不缠不断，相似相续。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说，它跟神我和灵魂是不一样的。所以阿赖耶识它具有这种灵魂和神我的作用，但是呢它又不同于灵魂和神我。唯识学呢，它也是根据这样的一个思想所以建立的，就是时间观。我们说时间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我们讲时间其实就是包括过去、现在、未来。过去、现在、未来。那从唯识学来说，他认为时间啊，就是过去、现、未来都是假有的，只有现在啊，现前的这一念才是实有的，只有现在是实有的，过去、未来都是假有的。那么过去和未来啊，都是建立在现在的基础上，我们需要通过现在去认识过去和未来。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一棵树，这棵树啊，它可能已经生长了10000年了，或者1000年了。你怎么去知道它的这个树生长了1000年的呢？而现在这些植物学家科学上有研究的方法，他们就是根据这个树的一些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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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他就会判断这棵树曾经它有多少个树龄，这个树龄是1000年还是2000年。那同时还可以根据这棵树去判断这个树它将来会长成什么样子。所以过去跟未来啊，事实上它没有离开，没有离开当下的这一念，没有离开当下。就像那些做文物的人也是一样，他可以根据这个一个东西，他可以判断这个东西，到底过去啊，它是哪一个朝代的，这个道理也是一样的。那佛教讲的因果呢，这个三世因果啊，事实上也可以从我们阿赖耶识现在当下的这一念去认识，就是从我们现在的结果，从我们现在生命的积累，从我们现在的生命的积累，然后去认识我们过去的生命，我们曾经做过什么。从我们现在生命的这种现有的积累和数字，我们就可以去判断和了解我们未来的生命将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发展。那未来和过去啊，事实上呢都没有离开现在当下的一念。所以
佛教告诉我们就是要把握当下，我们要把握现在，我们把握当下也就是把握了未来，所以这个是维持的，就是时间观。下一个问题就是第十一个问题，叫做不断位次门，不断位次，最后一句话，阿罗汉位次，八段十门里边的不断位次门。阿赖耶识这个身份啊，它是什么时候的舍弃？那么在这个唯识家里边啊，有三种说法。第一种呢，就是三乘无学位，就是在应该是三乘无学位。第二种说法呢，就是三乘无学位和八地以上的菩萨。那么第三种说法呢，是三乘无学和初地以上的菩萨。那么这个三种说法里边呢，就是第三种说法是比较有问题的。因为第三种说法他认为初地以上的菩萨，事实上初地以上的菩萨啊，他的寂身我执啊，就是菩萨到了登地的时候啊，他的分别我执已经舍弃了，但是寂身我执还在，依然存在。那么这个寂身我执的舍弃啊，他需要到八地，要到八地才能够彻底的舍弃这个寂身我执。那么这个八地菩萨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啊，从修行上来说，事实上也就是莫拿时他放弃的对阿赖耶识的执着，把阿赖耶识执以为我。那么这个地位，这个阶段啊，要到八地菩萨。因为在八地以前，莫拿时还一直啊执阿赖耶为我，所以形成了寂身我执。所以这个位置必须要在三层的无学位，以及大乘的八地以上的菩萨啊，才能够舍弃这种执着。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三乘的圣子啊，他才能完成这个解脱的修行。但是如果作为这个阿赖耶识的这个生命的这个有漏的这个果报体的彻底的舍弃啊，那还需要到金刚道后，啊，这个我们在前面也讲过了，金刚道后亦属空。金刚道后这个艺术师啊，就是这个生命才完成彻底的转换。那这个时候呢，才是这个大圆净智啊，才能开发出来，无垢识啊才能显现出来。所以真正这个我们的生命进行彻底的大转换啊，那是要到金刚道后的事情。所以这个讲的就是这个阿赖耶识舍弃的时间。那么以上呢，我们已经这个把这个阿赖耶识的八段十门的内容啊，已经大概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那么这个唯识的思想因为比较深奥，所以主要还是要你们私下要多看，多复习，多看，多思考。
那下面留些时间给你们提问题啊。种子带种言，如饮食息九言翻身起，这些言是否也是别的种子升起？这样是否是说要很多种子共同生一个果？那当然，每一种言啊，这个它也是要有种子升起咯。比如说，这个饮食九言生。那眼识九缘身里边有阿赖耶识啊，有莫那识啊，有第六意识啊，有眼根啊，当然它也都是要有，都是有缘，所以叫众缘，众缘所生法。种子引自果，同一种子以不同的缘，是否有无有什么有啊？无有啊，不同的果产生，同一种子与不同的缘，自果是在果未生之前是不可知的，怎么能说引自果呢？引自果嘛，这个是它的这个性质，就是每一个什么样的种啊，能够长出什么样的果啊，也不是说一定要结果产生的才知道。你麦种播下去，你肯定就知道将来会长出麦的，不是说一定要长出麦的你才知道，哎，这个麦种会长成麦果，一定要麦子长出来才知道这个麦种能产出麦果，肯定不至于这么白痴哈，因为不同的因，不同的因嘛，的因就决定了它能长出什么样的果，这个不是属于，不需要看到结果的才知道哈。唯识法师讲课时提到，我们的认识世界，我们的识所变，这是否是指认识论意义上的唯识，而非本体论意义上的唯识？也就是说，唯识无尽的尽只是我们认识的影像，而非对象的本身，也就是有外境而无影像。这个当然我们现在这个唯识学到后期啊，它会更倾向于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明唯识。因为事实上我们的所有的烦恼的产生啊，和智慧的开发啊，都是跟我们的认识有关系。就是所以认识的正确与否啊，这是我们学佛的关键。所以学佛为什么要树立正见？事实上就是这是我们学佛的关键所在，就是树立正确的认识，这是解脱的关键，也是生死的根本，也是生死的关键啊。这么多个问题啊。心王和心所的作用，其什么别个别什么别不同中，心所的作用易理解，而心王的作用是什么？仅是总的严禁是否太笼统？为什么不把心王干脆也命名为心所？这个它的作用是总的严禁，总的严禁其实在这个心理学上也有统结的说法，就是它是一个，它的作用就是一个，就是一种这个了别总的一种觉知。其实这个论主啊，他为什么说要强调这个心王的作用？事实上也就是要强调心王为什么是五王，心所啊为什么是配合心王而起的，是属于心所有法，一个是主，一个是次。事实上也就是要告诉我们，在这个修行中啊，要重视这个心的主导作用。心在这里边起到了一个正确的了别的这种主导的作用，而不是让这个心所啊，
心所成为我们心灵的主导作用。虽然说这个心丸是主，但事实上从我们凡夫现有的这个心灵的世界来说，真正主导我们的心呢，并不一定都是心丸。比如说有的时候贪心升起的时候，贪心可能就是主人呢，嗔恨心升起的时候，嗔恨心就是主人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心丸啊，早就是成为一个这个心所的陪衬品。所以这个强调这个心丸的主导的作用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也就是告诉我们，在这个我们的认识的活动的过程中，我们要就是要让我们的心啊，这个要建立这个心的这种主导的作用。第八识恒以五片行相应，在五片行的活动时，第八识具体如何与之相应？如何与之相应嘛？这个是不可知的啊。但是如果说你要第六意识啊、前五识啊，那就很清楚。比如说我们在看一个什么东西啊，你眼睛在看的是什么？你的心所它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在意识的这个层面。就是很好理解，但是在第八识的这个层面呢，它本身就是不可知的。第七识、第八识难以了知，是否远远不可知？这个倒也不一定啊，就是这个不可知啊，主要还是从我们凡夫的这个层面来说的，那我们修行啊，通过这种智慧的觉察。禅修啊，就是应该说可以不断的就是深入对心的认识，那么这种不可知啊，它也会变成可知的。大乘要破我法二执，尤其是法我执是不共二乘的，阿赖耶作为唯识大乘立宗之要，为何只谈我爱执禅，不谈法爱法执？这个不是不谈啊，这个没有到谈的地方啊。因为现在谈这个七识阿赖耶识这个关系，它重点，它这个谈这个任何说都是有侧重的，有没有到谈的时候嘛？心即是心阿赖耶识，还是心成种子藏在阿赖耶识中？心即当然是心成种子藏在拉野中，拉野无际而种子通三性，拉野和种子是何关系？因为拉野是无际的，所以呢它才能够接纳通三性的种子。如果拉野它不是无际的，那就有问题啦。那这个种子它如果拉野是善的，它只能接受善的种子，拉野是恶的，它只能接受恶的种子，因为它是无际的，所以呢它能够接受通三性的种子。那也跟种子的关系应该是一种体用的关系，不依不依。种子在质的方面是否发生变化？种子是性决定的，但是它会增长，种子会增长会成长，但是呢性质不会改变。善的种子就是善的种子，恶的种子，善的种子不可能变成恶的种子，恶的种子也不可能变成善的种子。这个怎么证明背心嘛？就是因为它藏了很能烧藏了很多种子，就是阿赖耶识依他起。请问法师，佛菩萨能否依限量认识阿赖耶识？佛菩萨当然可以啦。这个大圆镜智出现的时候，那就可以限量的观照一切。金刚到后的阿陀罗识与诸法实相的关系怎样？阿陀罗识啊，空性啊，这个它还是体用的关系。空性嘛，就是体，就是阿陀罗啊，就是用产生的作用。
世界因人们观念不同而产生种种分别，如果人们的世界观统一之后，则世界将达到真正的和平。佛陀的工作就是统一世界观，而建立一个和平美好的。佛陀也搞和谐社会建设啊。如果此生证的无漏智，是否代表着过去世的有漏种子不发生作用呢？这证的无漏智还不能代表，证的无漏智只是代表着暂时的有漏种子没有发生作用。但是如果说你要究竟的证的无漏智，那确实就是无漏种子啊，已经就不发生作用啊，有漏种子已经不发生作用了，那就要究竟证的才行啊。佛性不是永恒的存在吗？人性即是无忌，那后天的教育能否决定一个人的善和恶？佛性和灵魂有什么不同？人性、佛性，唯识中呢，当然如果根据我们现在的唯识这个系统啊，它是不太讲佛性的，但是如果根据旧义唯识啊，就是旧义的唯识是讲佛性的，第八识就是佛性，第九阿摩罗识就是佛性。那这个阿赖耶讲的性无忌啊，事实上它是从人性的层面来说的，人性跟佛性啊，它还是不太一样。人性事实上是属于我们这个世俗心的层面所建立起来的一种生命的属性。那佛性呢，是超越我们的这个世俗心啊，超越我们这个世俗心的一种潜在的力量。佛性跟灵魂有什么区别呢？事实上灵魂它是建立在我们的世俗心的基础上，佛法从世俗心的层面来看，觉得没有灵魂，没有这样的一个固定不变的实体啊。而佛性呢，它是超越我们的世俗心，超越这种相对的二元相对的世界，它不是一个东西。其实佛性它是超越我们万识的范畴，超越我们意识的范畴。所以这个跟灵魂啊，这是不一样的。身心的关系如何？大脑是否为思维器官？阿赖耶藏在人体哪里？中医生八个识都记住吗？身心的关系如何啊？这身心关系如何？这是个身心关系是很密切的，比如说这个身体啊，只要有阿赖耶是在支持的，这个身体才能够活着。这没有阿赖耶是支持这个身体啊，就要死掉了。还有呢，我们呢，一个人呢，各种心理活动啊，它跟我们的身上啊，应该说都有相应的对应的作用。就像过去的中医讲呢，比如你发火啊，会伤到什么地方？你怎么疲劳过度啊，会伤到什么地方？身心啊，关系很密切。这个思维可能跟大脑有关系吗？思维跟大脑可能会有一定的关系，但是真正思维的作用还是在我们的心，心的作用。比如像生理学啊，他认为就是思维是大脑的作用，知识都是储藏在大脑里。但事实上佛法认为呢，就是真正的思维是一种意识的作用，大脑它只是一个器官，
而人呢，这个知识啊，事实上都是储存在阿赖耶识里边，而不是储存在大脑里。阿赖耶识在人体哪里？阿赖耶识不是在哪里？不在哪里？它是无形无相的，不是在哪里？中阴身，中阴身也具备八个识。人死了以后转到下一生啊，是阿赖耶识吗？转到下一生，这个生命的去淘汰啊，是中阴身。那么中阴身能去淘汰的识啊，最主要还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在业力的推动下去淘汰。楞严经中佛曾对波斯女王说，人死后诸根皆坏，唯有一物不坏。楞严经这个不就是佛性，但是一般佛性也不做这么描述啊。佛性也不是这样认为啊。你要把佛性当作是一个东西，是一个长恒不变的东西，这样很容易落入一种常见。这个人死了之后，这个淘汰呀，生命的相续呀，是这个生命的相续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在扮演着这个生命的这个人系的角色。载体佛性呢是不生不灭，是没有错的，但是呢它不是一个东西，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东西，把它当作是一个东西啊，最后就会变成是一种我执的东西了，就不是佛性了。这很长时间没搞过招募论坛了啊，可以再搞一下招募论坛也可以啊。我们这个礼拜学习的内容，就是好好的来看一看有什么问题啊，再提出来，到招募的晚上。来讨论讨论啊。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皆共成佛道。